张杰北京鸟巢演唱会开演在即，而北京鸟巢附近的酒店甚至是小旅馆都已经爆满，不少粉丝为看演唱会甚至住得更远了。4月18日，张杰在看到粉丝担忧自己的鸟巢演唱会当日酒店客满订不到房后，宠溺满分的他发文表示，今年鸟巢演唱会那天酒店实在客满，我北京房子暂时还空着，张杰这波宠粉操作给满分。看到这样热心的杰哥，星星留言调侃，是邀请我们去吗？地铺都行，不过你家的大房子可以住9万人吗？如果这个提议是真心的，并且最后也付诸了行动，那么真的是有幸借宿他家的星星们，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机会见到女主谢娜和她的一双女儿，顺便还能帮他们带带娃？就是不知道这个举动会不会招来酒店抗议。本上张杰这样会心疼歌迷淋雨，走红毯的时候帮粉丝捡手机，为了跟粉丝合影和机场保安协商半天的爱豆，星星们真的是非常幸福了。